家好，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研华智能的自助医院导览机。那我们首先我们就直接来看这几个功能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界面，我们有院区导览、挂号服务、医师简介等功能，我们就一一来介绍。院区导览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大楼，每一楼层的简介，每一楼层有哪些病房、哪些科别。那再来医师简介，每个科别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每一位医师的照片、学经历。那再来卫教资讯、文件申请。文件申请的话，可以在这边获得诊断声明书，还有一些出院所需要文件的申请。那最后还有交通资讯，可以看到发车的时间，我们所在的地点的地图。所以我们这台医院的导览机，主要就是可以提供医院，让医院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给病人。那取代了传统的人力的服务台，可以帮医院节省人力成本。以上就是研华智能的医院导览机的介绍，谢谢。